今天呢，趁着这个中秋佳节之际，我代表美国北双同乡会所有的理事会的成员，跟我们所有北双的乡亲，以及在我们家乡的所有的北双乡亲，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北双乡亲，道一声中秋节快乐！祝我们所有的北双乡亲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我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会儿，大概一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就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。谢谢啊，亲爱的乡亲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转眼啊，我们都已经离开家乡好几年了。我呢，最短16年都不是几年。甚至有一些啊，离开家乡已经有20多年了。我们作为晚辈啊，在这里，我向这第一批来到美国打拼的这一批长辈呢，崇高的敬意啊！谢谢你们啊，把我们这个海岛，这个北双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。带到这个大城市，有请我们的会长江苏栋先生给我们致辞。尊敬的各位嘉宾，尊敬的各位乡亲，大家晚上好。首先呢，对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按时出席今天的庆中秋联谊活动，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。中秋月圆相逢日，乡情友谊正浓时。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，我们欢聚一堂，畅叙乡情，共谋发展，齐齐切切，其乐融融。苍天大树必有其根，淮山之水必有其源，同一方水土养育了我们，所以在座的各位有缘成了老乡。同为老乡，我们的心贴得很近，彼此之间都成了互相信任的互相依靠、互相帮助的朋友。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，莫过于亲情、友情和乡情，特别是遇到困顿的失意时，更要及时的伸出温暖之手，拉一把，把我们的同乡会建设成一个荣辱与共、团结互助的集体。同时，真诚的希望各位不论从事什么工作，都要志存高远、发愤图强，努力工作。为家乡添彩，为老乡争光。秉承创会宗旨，确保同乡会的活动健康向上、不断发展，使同乡会渐渐进入了程序。同乡会在今年3月份正式在纽约州政府注册成立了，同时也和其他大社团建立了友好的关系。争取在近期可以得到领事馆的认可，授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。理事会也一直在努力筹划在2017年举办同乡会庆典大会仪式。新的一年，开启新的希望，新的征程承载新的梦想。亲情和友谊凝聚着我们，让我们团结一心，同舟共济。相信同乡会的明天会更好。最后祝各位中秋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。我们这个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那个陈尚庄主席也在场，我们欢迎他来跟我们美国同乡会的乡亲来致个词来。在这里很高兴。我
能够再跟我们的北川同乡在一起，不想感谢我们的张会长，北川同乡给我们的张会长带一下啊，会务参政啊，能够我刚才讲的你们会长是加州过来的，难得就是我们能够在这里来见面，也是一个荣幸。在这里呢，我仅代表美国亚裔社团等的主位啊，感谢你们啊，祝你们就说北川相亲身体健康，做生意的发达，家庭幸福啊，小孩子快高长大，女士们青春常驻。借这个机会啊，过两天就是我们的中秋节日，预祝我们中秋节日啊，各位开开心心，感谢大家给我的机会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陈会长，我们都有这个，我们有加州来的，有其他的州来的，就是说我们能聚在一起。当时在我们乡下是同乡，能够在这里美国50个州啊，这么大的地方，今天来到这里很难得的，所以说再一次感谢大家啊给我的机会，谢谢。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英文名字叫汤姆，中文名字叫施楚芬，我来美国23年，为了我们的明天，为了我们的幸福，然后拼搏，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北川人在我们美国的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好，宣传他，我们回去了，让每个人把这个信息传播，希望我们明年啊，我们再多五桌或者10桌这样子。就是说，在后面我就想一下，就是说，越有人团圆，就是说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大家都不容易。第一个，我就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；第二个，就是说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嘛，是不是？第三个，我们赚钱就是什么样子，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美好。那我在这边希望大家是说，做生意的生意兴隆，没有找到女生的，找到一个漂亮的女生；没有女朋友的，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。希望我们的明年或者说的聚会，我们会更完整、更美好。谢谢大家。好，问一下这一幕好啊。好，大家是东京团过来啊，一个人来对。祝我们北川同乐会又大又红火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给我机会啊！谢谢，也祝你们呢这个北川同乡会啊，会务相称，由我们郑会长呢带领下，更上一层楼。谢谢。天光是你对我
的思念，那微博下愿为真爱分断红颜。为天亮，为情，掌声在哪里？大家来这首。为了谁？为了谁？经历收获，为了成为大烟鬼，漫长热血唱出青春无悔，狂言传天涯。
给你讲一个词本哈，零零零五，零零零五，零零零五。八四零零幺九，来，没有想法，掌声鼓励。说的太好了。八四零零三九，零零三九，哎，给我，给我，想到，想到，哎，百别好合，啊。八四零零三二，第七位，雷先生，来的叫什么？八四矿矿大腿，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那你叫美女。很激动啊，我要用这笔钱投资啊，还是怎么样？八大灶买两栋，隔大五六间全部租给三间，不是啊，不要了，来跳舞，哪有时间给你跳舞啊，加你进就好了。八四零零四零，恭喜你，零零二零，恭喜你 ，Can you feel it？ 还有还有，零零四六，好像是，哦，谢谢我们的乐器们啊。但是我想呢，把这个奖项重新再来一个，给我们的乡亲一个机会。这个三等奖，我在乡亲群再来抄一次。零零四三，不平还有平呢。再次感谢北山同乡会给我这次很奖的这个奖项。OK， 那你开不开心啊？非常。绝对不可能的啊！我有点私心，但是这个电视台暂时介绍。OK。零零幺八，八四零零幺八二等奖。祝你生日。非常感谢今天的
辈子第一次的领奖机会在这里，你要记住了 ，OK？ 哎，记住，非常非常感谢。你要积极的参与，把我们这里发扬光大，好不好？大家说好不好？这是必须的。我不叫没有我，哪怕我也得明白我重要。经过明天真的我的光芒，青山压低的他多。Okay.
起江来行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总嘛爱照起工来行。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。一辈子，一生情。